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好，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3月31号星期二的一个盘中解盘，我是陈慧博。那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表现，相较于昨天，今天台北股市又再度上涨了，现在涨了111点，所以这个目前的这个反弹的格局啊，是还没有结束的。其实最近的这个股市基本上都受到了美股的影响，比如说美股昨天晚上又再度上涨，那上涨幅度都超过3%，所以当然就激励今天的台股上涨。但是上个礼拜五的美股下跌了5%，好，所以昨天的一个走势就震荡，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啦。我们在判断行情的时候，不是看这个涨跌啦。昨天跟各位讲过，其实是看一个趋势啦。那目前不管是从美国股市的角度，还是从这个台股的角度，这个反弹的趋势其实并没有结束啦，并没有结束啦。比如说像费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费城指数，这个是昨天的。那前一天晚上费城指数是这样走的，好，那然后它又走回去，又涨回去了，所以其实它还在维持一个上行的轨道，这边有两条上行的轨道啦。那基本上这一条上行轨道是比较强，那如果下来的话是到这条上行轨道比较弱，但是基本上只要它是维持一个上行的轨道，那这个反弹行情就没有结束。这个跟台股蛮像的，好，跟台股蛮像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走势，这是台股到今天为止的30分线，好，因为最近都要用短期看，你用日线啊，基本上你用日线你看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啊，好，用日线你怎么看，可以，其实基本上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用30分的话更准确，这是30分线的一个 K 线，加权指数今天是3月31号，今天收月线，我们等一下会从月线来给各位做分析。那这个是从那个8523点以来的一个短期的上升轨道。好，那这个上升轨道昨天是不是开低？为什么？因为美股在上个礼拜五大跌嘛。好，那开低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昨天又跟各位讲，它没有跌破这一条上升轨道。那没有跌破这个上升轨道，你说这个反弹结束了吗？为什么我们给各位测标这个向上没有给各位改变，并不会因为昨天的下跌大跌，然后就说啊这个盘是结束了。好，因为主要是看一个趋势的一个方向。但是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齁。不管是从美国股市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费城指数的日 K 线好了齁。这是费城指数美股的日 K 线。美股昨天再度上涨 3%, 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个上涨的结构叫做反弹。好，所以目前为止台股目前这边的上涨也叫做反弹。好，但是这个反弹它会我认为是有逐渐好转的迹象。先给各位看一则讯息啊齁。先给各位看一则讯息。这是今天3月31号。韦博士早上看新闻的时候，我们给各位做参考的齁。那这是最新疫情的一个发展。全球累积确诊逼近70万。就是全世界啦齁。你会知道这一次其实是非常的一个严重的。好，但是各位，意大利是欧洲的一个重灾区。因为欧洲的扩散是从意大利开始，不管意大利的确诊还是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其实都非常非常高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意大利它应该不会去隐瞒它的一个疫情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各位看到哦，疫情趋缓。这个是标题齁，各位，你从那个你仔细去上网去找实际相关的数据，通常在每天公布确诊人数跟恢复复原就是好的人数，还有跟死亡人数来做一个比较，
你会发现我之前跟各位讲的，今天已经是3月31号了。那之前我跟各位说，我个人研究的认为，不管是从玄学啦，从各方面的角度啦，我认为三月份是整个疫情的高峰点。那这个疫情高峰点已经过了，现在是逐渐的下降。那逐渐下降的过程当中，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，这个我们的副总统陈建仁先生，他是流行病的一个权威，他是一个权威哈。那至少我陈微博对于这个疫情来讲，我不是很专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认为我们副总统陈建仁先生所讲的，我认为他的可信度还蛮高的。好，我认为可信度还蛮高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3月24号新闻，大概是3月23号做采访啦。好，那距离现在已经一个礼拜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我们这边简单来看一下。他说新冠肺炎的肆虐缓和至少还需要2个月时间。他讲的应该就是整个一个比如说疫情到了一个可以解禁的状况，各国包括像经济的活动，包括像旅游或者是航空交通都可以逐渐的开放，大概是2个月时间。那这个时间推算的话，从三月份等于是推到五月份去，它是比较保守的推算，我认为是有可能是在四月底，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。所以这个疫情的部分，好，因为今天是月底嘛，我们等一下要从月线来给各位做分析，这个行情未来的一个看法，各位，这一则新闻重点在于意大利重灾区疫情趋缓，疫情趋缓哦。什么叫趋缓？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减缓，它不是一次就恢复。其实这个跟股市的表现是很像的，台北股市我们都知道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一个股灾，那它的一个跌幅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快也是最大的。短时间跌幅的话，从12000点跌到这边的话，总跌多少？跌了3600点左右。这边快速，这边就跌了多少？跌了3000点。所以这边也很快速涨了1000点。对不对？好，目前还是反弹结构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还是属于一个反弹结构。未来弹上来的过程当中，等反弹一旦结束，它还是会拉回，这是我的认为啦。好，那反弹什么时候会结束？当然比如说遇到缺口我们还要再观察，然后遇到了月线，遇到季线，都是未来的挑战。等这个反弹一旦出现了结束，我这个侧标就会给各位改变，改成向下，这样各位懂意思吗？所以反弹什么时候会结束，你现在问我，我也没办法给各位一个正确的答案，我必须每天做观察。但是从目前结构来看，好，这个结构的方向，各位，今天是3月31号，3月31号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收月线。好，今天不是收周线哦，明天基本上收周线，但是这个礼拜比较特殊的是，礼拜四开始的话是清明的4天连假啦，所以在连假之前的一个台股的话，基本上它都会呈现一个量缩。你看今天预估量大概在1200亿左右而已啊，所以这个成交量量缩的话，我是觉得稍微不用去那么的在意，这有点像连假之前的一个量缩。但这个反弹目前格局还在，只是什么时候会结束？为什么我会说一旦结束还会做拉回？但拉回会不会破这个8523？这个就不一定哦。我认为这个8523也有可能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低点哦。那你要再陆续去观察有没有可能是下半年。我这边特别把月线 K 线图列印下来，我们从月线的角度来给各位做分析。好，我们先从月线的角度，然后因为今天是收月线嘛，来各位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109年，好，民国109年3月31号，今天，好，这个是月线哦，好，因为今天是收月线，我们拉近一点看月线今天到底是什么哈？哎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因为经历了疫情，经历了股灾，经历了这个很快速的下跌，对不对？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出现了1200点的这个下影线，但是这边还有1800点，所以这一根 K 线总共跌了3000点。这跟过去历年来的股灾其实跌幅相对比较大，
因为造成恐慌性嘛，哈。好，各位，这个这一条是今天的月线，基本上今天月线哈，基本上就大概就收这样子啦，好，大概就收这样子了，因为这个下影线是存在的哈。好，但是我们看整张图，好，各位你看哦，我特别把每一次经历了一个就是当月出现的大跌，然后收了一个下影线的 K 线，在过去这几年哈，你看到的这个总共是十年来的走势哦，因为这是月线哦，这是从民国98年、99年、100年到现在109年，现在是三月份而已，所以109年还没有走完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8个月的时间。来，各位你看哦，我箭头所点的地方，箭头所点的地方，箭头所，我们拉近点看这个地方好了。它也是当月份的股灾很快速的下跌，然后收了一个下影线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好，也是一样，当月很快速的下跌，它已经跌了，这个是已经跌了好几个月了哈，这个是当时候哈，时间点哈，在104年，你自己去看啊，因为时间我就不跟各位讲，我只是点出来，各位你自己去看月线都看得出来哈，它是一个下影线，带了一个黑 K 棒的下影线，我现在点的都是有下影线哦，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带了一个下影线，这个都是月线哦，好，哎，各位，这也是这个月的月线带了一个下影线。来，各位，我要跟各位讲什么意思哈？这个目前的股市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股灾的大跌的状况，我之前形容过，它就好像进入了加护病房的病人。好，这个加护病房病人，他有没有可能马上的好转？好，最近涨了1200点，这个不是叫马上好，这是所谓的反弹结构，因为跌太多了嘛，所以出现了反弹结构。那这个反弹结构的状况之下，它如果要恢复，从比如说加护病房，然后回到普通病房，然后整个身体好起来，可以活蹦乱跳，那这个状况的话，它需要一段的时间，就跟这个疫情一样。这个疫情，这次的疫情，我想对全球都造成很重大影响。但是意大利的重灾区已经疫情开始趋缓，那这趋缓的时间需要多久？趋缓的时间大概要2个月，要2个月。所以目前为止，你看过去的例子哦，我把过去例子给各位看了哈。每次经历的大跌，然后收了一个下影线，要回到多头的时候，哎，各位要经历几个月？我们拉近点看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经历了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也就是因为大跌，然后经历了3个月之后开始出现上涨。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是107年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从9359开始涨到12000点这一段，哦，涨了1年多的多头。那他在这个地方经历多久？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因为这是月线嘛。好，好，各位你看这个地方哦，哈，这地方是大跌的过程，然后一样收了一个下影线。他经历多久，然后恢复成多头走势？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，从5个月之后才开始，对不对？开始启动了上涨、拉回，然后上涨。这边上涨涨多久？涨了3年，1年、2年、3年，涨了3年。好，经过了半年的大概5个月的一个休养生息，然后展开了3年的多头。好，你再来看这个地方哦，这地方也是下影线。好，这边整理了多久？这个更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后续又继续再跌，后续又继续再跌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，然后开始反弹1个月、2个月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也就是说，从费氏系数来算，从这边到这边是13个月。我没有写出来了哈，各位你自己去算了哈。然后开始展开一个大多头，这边多头有多久？这边多头也有2年、3年左右，因为从这边开始算的话，这边半年、一年半年，所以这边大概也是3年。来，各位，你发现了什么事情吗？我把过去每一次出现了就是当月份出现大跌，收了一个下影线的状况，我们去算它的月份。这个月份它需要经过整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回来台北股市现阶段的状况来看，今天是收月线，收月线，好，那这个月线它有没有打到这个低点？
好，我们看整张图好了哈，因为这边我从缺口这边从月线画了一条上升趋势轨道，那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这地方，大概就开始往上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次差一些还没有来到，那这边如果会来到的话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一次的那个8500点会破，好，那所以我就不敢跟各位讲说今年下半年会不会破，有没有可能震荡反弹之后震荡整理，会不会有几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后面再展开多头？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说目前为止从月线来看的话，这边的上涨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反弹结构，那这个反弹结构其实它也会造就一些股票的一个上涨跟下跌，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有些反弹已经涨多股票其实不要去追，但是在未来有拉回的过程当中，我这样说好了齁，我认为这个8523点应该是今年上半年的低点，所以弹上来过程有可能做第二只脚，然后第二只脚在这边连续的做打底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有一个缺口，然后缺口上面还有两道压力，第一道压力叫月线压力，现在已经开始要面临月线压力了哈，然后第二道压力就是季线压力，这个季线压力加上季线的扣底值现在在这边，所以扣底值还要一个月会开始往下降，然后两个多月之后会开始快速，所以它有可能在这边做打底的一个时间，跟这个过去我给各位推算这个月线打底的时间点其实还蛮像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，行情有可能出现在什么时候？就是现在都是在打底，很多股票它需要休养生息，然后开始进入打底的阶段，所以各位如果说要开始做布局，你要等待拉回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好的股票去锁定，锁定之后你应该把你的时间战线拉长，拉长到下半年，下半年只要不再做破底，确定了涨势过程当中，11月份是美国总统的选举，有没有可能在7月8月展开所谓美国的这个选举的行情，那有没有办法去带动台北股市？因为到那个时间点，疫情应该就逐渐告一段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把今天是三月底，好，3月31号，所以我就月线的角度来跟各位做规划，好，希望对各位会有帮助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02-8773-8859，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02-8773-8859，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02-8773-8859。吃什么看的？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：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；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；三、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基证；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；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；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，放拨话仪等就对啦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刚才你听我这样子讲，
那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哇，那微保是是不是代表说未来反弹结束然后又要跌了，然后这个跌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担心？好，如果说你的做法是追高啊，比如说看到股票涨上去了然后才去追，当然你会有所担心。但是如果你是像我现在是在等机会，不贸然的就出手去动作，等真正的一个就是反败为胜的机会到来的时候，然后重压出手，然后一次可能你比如说遇到这个疫情的股灾嘛，对不对？那套牢状况你就可以一次把它赚回来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比较不用担心，比较不用担心齁。为什么齁？因为很多人会跟各位讲，现在会很悲观的跟各位说台北股市走空头了。台北股市从结构上面的确是空方没有错，但是这个空方因为这一次下跌的幅度太快，刚才我们拿出月线给各位看，各位它之后就算在这边震荡，其实下行的一个空间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点位。所以其实这十年来，除非啦齁，未来非常悲观啦，连这条线都跌破了，但是你认为在整个一个目前经济的一个发展之下，全世界都在救市的一个状况之下，你认为会这个样子吗？啊，如果当然会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另当别论的操作嘛，对不对？你至少不要在这边做追高嘛。你这边做追高的状况下的话，你当然会产生风险嘛，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要从这个2008年的角度给各位看，好，比较应该是这样讲，这个位置点位，好，如果就微博老师来看，这个位置点位到底比较像2008年哪个阶段？好，因为2008年走势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哈。第一个是这个第一段的一个所谓这个下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下跌的一个 A 波好了， ABC 的一个拉回的角度来看哈。那到底是目前台北股市是像这一段还是像这一段还是像这一段？好，我认为目前比较像这一段。那如果说我错了呢，它是这一段呢，现在是走这一段，好，至少今年在反弹结构来讲会有这么久的反弹，各位你懂我意思吗？至少好，如果真的目前台股只是在这个位置点位，现在只是反弹，那至少还会有这一段的空间让你可以来操作，那我认为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走势。好，但是如果我的判断是目前是属于像这一个阶段，2008年这个阶段已经是末跌段了，因为它跌的速度非常非常快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各位在这边它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打底，那我比较希望现阶段的台北股市像这一段一样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要经过不断的打底。好，如果未来打底的过程当中在拉回的时候又继续破了，我的看法比如说上半年这个地方不是低点了，那它会继续破，那你至少在这一段不要去追的状况下，你就会比较小心谨慎，好，你也不会受伤那么严重。那你不妨等它涨上来之后，未来出现的反弹结束拉回的时候，确认一个低点又再度出现像这样的 K 线起涨的状况下，你再来这边做加码的动作，好，因为我们要来回让它测试这个低点到底会不会破，我们才可以做最正确的判断。好，所以这段时间还要多久？我认为大概还要一两个月，还要一两个月哈。那这一两个月里面的一个状况的话，大家所担心就是疫情的发展会不会说越来越严重啊哈。但是刚才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哈，我认为这个疫情大概在两个月后，好，应该是这样讲啦。你现在打开电视机，全部都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的消息，对不对？国外、美国、欧洲，然后亚洲啊，台湾的状况啊怎么样？现在你打开电视全部都这个新闻，你看不到，几乎看不到其他的新闻的啦。好，偶尔会有其他零星的一些社会新闻啊齁。好，再过两个月，就两个月后啦齁，这个新闻的比例就会减少。为什么？因为疫情会趋缓，疫情会趋缓。现在从目前现在三月底的一个数字来看齁，三月底的数字来看，这个疫情的部分，好，疫情的部分已经是趋缓了。趋缓代表什么？代表确诊人数会开始逐渐下降，
包括治愈的人数会开始逐渐上升，然后死亡人数也会开始逐渐的下降，就是属于这个状况啊哈。所以是不是要那么的悲观？倒不用那么的悲观啦，倒不用啦哈。只是说我们今天就月线的角度来跟各位讲，让各位知道一下，今天收月线，既然那么大的一个长黑 K， 对不对？它有没有可能马上做 V 转？我认为机会是比较不大啦。当然，你说如果美国政府啊，还是台湾政府啊，怎么做？这个当然我们就另当别论。但是从现阶段来看的话，我认为这两个礼拜的上涨还是属于一个反弹，未来应该还是会有做一个所谓重复的像这样打底，像这样打底，像这样打底的机会啦。好，那个打底就是各位的机会，可以去选好股票。好，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，希望对各位会有帮助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预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古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02-8773-8859，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古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。发很久，02-8773-8859。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古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。发很久，02-8773-8859。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全。